第21次也没刺上人谢洪谢宝泰，谢洪谢宝泰慢慢的这锤可就撒了手了，越打越远，越打越远。您琢磨这三棱峨眉刺是短家伙，链子锤抡开了可是长家伙，这边5尺，这边5尺，当间有人，两边有胳膊，他要全抡开，攥一头抡一头，您琢磨1丈方圆。就这样一边5尺，以他为轴心，这半径这也一大片地方呢。到最后许他打，这张望可就不许张望打他了。张望近身不能，处于被动状态，只能挨揍。打了半天，张望一看打不了这谢洪谢宝泰，虚晃一次跳中圈外，把刺在手中一捧，停。谢洪谢宝泰吓一跳，啊！把自己刺倒着，把自己这裤腰带上一别，阿弥陀佛，是贫僧我战你不过，不愿自取其辱，再会再会，本儿蹦下去了，扬长而去。谢宝泰气坏了，不打了。哎，和尚，还我的命来！张王一回头，弥陀佛。要我的命，山东朝过您拍门找我去。我的老师镇东侠侯廷侯振远，二侠侯杰侯振山，两位恩师，我住在他们家里头。你可以找我去，这是擂台，破车别爱好道，咱别耽误别人打擂，人命我盯着，不含糊。谢师傅，再会。他回来了，气得谢洪谢宝泰哇呀呀的暴叫，恨不得窜下擂台去一锤把张望打死，不敢往下窜，擂台之上打死人命不用敌偿，官准立擂随便打，擂台之下追上去一锤把张望打死，自己千人瞧万人看，杀人的凶犯得给他敌偿对命，给别人低偿对命心甘情愿，给坏这帮张望要偿了命，来生我怎么掏成成人呢？心里这别扭劲儿可就大了，气得在台上跺脚直蹦骂大街。张望不管那套，假装的没听见，上西看台，老师弟子无能，拜回阵来走。把侯廷气坏了，抠瞎一双眼，扎死一个，你回来了，你把事儿惹完了，你不管了，哦，这你打不过，一下不挨你就回来了。好奴才，你要气死师伯吗？老师弟子无能，情愿受罚，这当着这么些人也没法罚的，起跪吧。侯廷看着就不烦别人，张望不往心里去，阿弥陀佛，往二侠侯杰身后边一站，谢洪谢宝泰把链子锤交在左手擂台之上，手指西看台，带西看台，皇姓所请之人哪一个不服上擂台来战某家？人家这叫号，谢洪这一卖狂，贝勒爷转头问老侠客，啊，老侠哥，不能让此人如此嚣张啊，派何人登台打擂？尔等谁愿登台打擂去战谢宝泰？弟子不才，我愿登台。大家伙扭向回头一看，哼，二侠的侯杰另外一徒弟叫此毛猴报信，能为不错，掌中一口刀，也是当初闹府五小之一，并不敢亮自己的军刃，来到两位老师群侠的面前深施一礼，老师看弟子可能登台，你看这就比张望强，您让去我再去，您不让去我不能去，自信战得过谢洪谢宝泰吗？弟子并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但愿意登台一试。好，勿要小心，弟子遵命。下了看台奔擂台，标明挂号，上擂台之后就跟谢洪谢宝泰打斗在一起。
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，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反西岐。那么这个包信要想上擂台跟这谢红谢宝泰打，必然他有一定的把握。把握在哪？就是他使这口刀叫金背砍山刀，刀的分量大，履历强，双锤是硬来硬碰，软来软接。你拿这锤砸我，我就拿刀找你这锤头往回愣拍，把锤头荡回去，这锤杀出去了再荡回来，这劲儿可就不由自己拿的，你得重新把它涮开了，这锤才归自己管呢。就这样跟这个谢红谢宝泰战斗多时，猛然间刀往下一劈，这刀锋到了面门了，拿链子可不能接，就得把双锤收回来，用俩锤往外崩，俩锤往外一崩，这口刀，这刀蹦起多高来，抢身形往他身后的绕，反手一刀，刀找后脖梗子。谢红谢宝泰缩颈大藏头，上边顾不了下边，可就落了空了。人家死毛口包信矮身形扫堂腿，正趟在迎面骨上啪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人也趴下，锤也撒了手了。死毛口包信刀交在左手，身形往外蹦一抱拳，成了。谢红谢宝泰翻身下擂台，回转东看台，单有别人替他捡锤，自己捡锤多寒碜呀，满面含羞带愧来到了老师的面前。老师不能替二位师弟报仇，乃是弟子无能，站在一旁。哪位英雄愿意登擂台去战此人？过来一位，在法禅的面前施礼，大和尚，您看弟子我可能愿去？这可不是他徒弟，也自称弟子，是尊敬法禅的意思。法禅和尚一抬头一看，点了点头，阿弥陀佛，有劳施主，有劳施主。搭话者何人？汉口立圣镖局上官二弟兄大爷上官伦，怀中抱定一对亮银双爵，别看是短兵刃，使得好，这是近身的兵刃，没有两下子不敢随便的登台献艺。上官伦上官大爷捧自己的双爵下了东看台，够奔擂台以上，通名报姓以后，就跟此毛猴包信打在一处。俩人这一动手，镇东侠侯廷、佟林等高明的把式可就看出来了，这上官大爷的本领可比刚才那几位高得多。尤其二侠的侯杰是使绝的，人家上官伦这一顿亮银双绝招法惊奇，自己徒弟包信久战之下必输无疑，想另派别人换回包信已然晚了。人家地躺绝的架是亮银双绝，正打到包信迎面骨上，当时把一对迎面骨可就打了个粉粉碎，撒手扔刀扑通一下，人可就摔在台板上了。上官大爷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怀中抱定双绝，身形往旁边一让，一抱拳，承让承让，这位少侠看起来我这功夫略比您还强上一些，也是上官某我一时失手留招不及，这才误伤于你，擂台之上想你必不记恨于我。报信咬着自己牙，冷汗噼里啪啦往下流。上官镖主休要逞口舌之能，是我报信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一时失招败在你的手下，并不必提仇恨二字。来人，自己叫人大箩筐的过来，四个棒小伙子，您别动，我们周你用你不着。箩筐搭到身旁边，俩手一撑地，自己上半身起来，运用一口丹田气咬住了后槽牙，说不疼吗？那是瞎话，两条腿迎面骨让人一对绝给拍了个粉碎，能不疼吗？自己凭着两膀的履历把身子悠起来，带着这双腿
这双腿自己已经不听自己的了，翻身滚进箩筐以内，两条腿就搭在箩筐外头，那能不疼吗？得真咬牙呀，甭说喊出疼来，哎呦一声不算英雄好汉，就剐弱了自己老师二侯弟兄的脸面了，并不让人捡自己的刀。抬我回看台，大家伙一看，好小伙子真够横的，穿心杠子拿扁担，把此毛猴包信给抬回看台来了。侯廷摆了摆手，并没让上看台，直接送回镖局子治伤，派别人把刀给他捡回来。看擂台之上，有上官伦抱定了亮银双爵，小玉天下群雄杭州父老，谭家地面武训官员，狗家复兴上官单子明伦，在武汉三镇汉口立胜镖局，我是个镖头。上的擂台来，误伤这位小英雄，哪位不服登台比试，愿决雌雄。侯廷看着上官伦卖谎，尔等哪一个还愿登台去战上官伦？自己坐下的二弟子叫月下无踪阮弼，您可听明白了，阮和阮弼是八大门人当中的老大老二，跟随二侯弟兄年头最多，本领也最好。月下无踪阮弼手中一口刀，刀法精奇，本领出众，老师弟子不才，我愿登台去战上官伦，小心一二。是，下了看台奔擂台，到了擂台之上跟上官伦互道姓名，面带微笑。这个跟着侯廷这么多年动手打仗，从自己的这个言谈举止上都要学老师模仿吗？因为侯廷是儒侠，跟谁动手也不着急不着慌，动上手那可快，但是未曾动手之前见谁都客气，所以阮氏弟兄跟着侯廷年头多，从做派上都像镇东侠，面带微笑。上官老师傅，老达官，我叫月下无踪阮弼，姓阮，能耐可不软，您可千万别客气，手底下别留情，咱们二位手谈手谈，可是军刃无眼，拳脚无情，点到为止，还望您多多容让。少侠子爷不必客气，我必将以不师之徒而治痛，跟您说占您必要使全力，望您也不必客气。请请，两个人互道请字，各抢上风，亮出自己的军刃。这个狮子搭花亮自己的亮银双爵，这个缠头过脑压自己的单刀。老百姓一看，哎，打到这会儿这才瞧出点眉目来，说投了那好，血丝呼啦抠眼珠子扎胸膛，老百姓吓坏了。你看这顿打，刚才那上台打的也热闹，练的锤揉揉揉揉揉起来多好看呢。你看人这个未曾打之前客客气气的，赶俩人动上手更好了。老百姓虽说看着不过瘾，但知道这里边有高招，刀跟这绝很少能碰上，不能跟打铁的叮叮当当，那是外行，知道留招。这一刀进招，人这双绝一亮，这手绝架你的刀，这手绝就有后招，真要碰实了，自己就失了招了，不能得为刀使全力，就得撤自己的刀再换别的招。见招破招，见势打势，两个人看官定势，走行门迈过步，站在一起，镇东侠侯廷这才出一口气，一看自己坐下二弟子月下无踪阮弼，确实本领不在上官伦之下。两个人打够多时，迎面跺子脚，整踹着上官伦前胸之上。上官伦双绝没撒手，翻身栽倒，鲤鱼打挺二次站起来，就不能再递家伙了，把双绝
倒着往自己的左手这么一滴了，满面含羞带愧，少侠本领出众，我认输了，灰溜溜下了擂台，回转东汉台。远河一转身，脸冲外，天下群雄听真，我是镇东侠老侠爷座下二弟子，是刚才这位上官老达官有意容让于我，这才下擂台，把擂台让于某家，哪位不服登台比试。上官伦也败下去了，老百姓爱看，怎么这边赢了，这边来一个把这打下去，这个厉害，哎，这边又出高人把这又给打下，使链子锤的又完了，哎，这边又上了一个把这使刀的给打下，这边又上一使刀的把这使绝的又给打下去了，那这边来这位必然比这还高，大伙儿全都看这东汉台。东海台上这样的法禅僧一看，人家真正有能的人一个都没上来，老一伐的英雄都没伸手呢，压着自己这边一场打，这个擂台可不好打呀。啊，东北英雄量才而得，您掂量掂量自己有多的能耐，能够胜过侯廷文人的再登擂台，要胜不了侯廷文人自取其辱，是不登台也罢，哪位愿替老衲分心，多多手来，您掂量掂量，别随便过去了。几句话弄到身旁一员老英雄来到了法禅的面前，呼呼呼，法禅禅师，老朽不才，愿替法禅禅师分心受累，弟子我愿登台去战侯廷文人。阿弥陀佛，法禅僧扭向关桥，一双钢铃这么一瞪一看，暗赞一声，此老登台可胜软壁，书中代言营口人，神枪张凯，老头岁数不小了，六十开外，一团精神足满，手中递了一条花香，法禅面前请缨院登台打擂。老人家哈，如此年代还要替老衲分心，老衲这些啊失礼了。哦，禅师，老儿越发的不敢，您看我能登台吗？老施主，勿要留神，了也无妨。推银然，踢花枪，神枪张凯下了看台了，迈大步几步来到擂台之下，人家这人够身份，不抖机灵，蹭一下窜到擂台上去，没有，顺着楼梯梯板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他一上擂台，月下吴宗软壁自然的给他让出一块地方来，低头一看，神枪张凯手里提了这家伙，您要知道，七尺为枪，齐眉为棍，大枪一丈三八寸，大枪最难练，要不怎么叫大枪是不变之祖呢？这个大枪讲究风拔压盖挑扎，扎者为枪，涮者为棒，说的可不是大枪，大枪就讲究盖砸扎泼豁挑挂抽撤，这都是大枪的招，年拳月棍久练发枪，你要练拳没有一年以上你看不出好来，花拳绣腿好练啊，翻跟头还是刚才那话啊，来插虎啊，来虎跳，来前扑，哎，打着拳那不管用，真要练拳操拳过手，最起码练一年你才能看得出力量了，拳打寸劲，唯独这个拳你要拿拳打人，打人打得最狠，比别的打得都狠，这拳头浑身劲都能使上，可是最难练，因为什么？它短，你看这拳从这儿发力这么打出去，这劲儿大，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近，你不练好喽，人先打你，
您看要打到山人嘴巴，这么扇，不用在这儿，不是，也使不上劲，就得这么抡着扇，哪个手指的尖呢？够着，还都能治人。要女同志打就是，是吧？连抓带挠。男同志打都是这么打，咚咚咚拿拳头揍，上拳打下脚踢，啊，这打架嘛。但拳最难练，越棍什么叫越棍？棍儿好练，耍棍儿小孩都能练。您看武术表演基本都练少林棍，把这棍在舞台上摔，啪啪，然后转这棍花啊，然后耍这棍儿，一只手的两只手的，哎，为的是好瞧。只要您没什么毛病，基本上一个月让您耍棍花、正花、反花、背花啊，这棍基本您都能练下来。不是特别难练，久练花枪。花枪是破门之贼，它比大枪的尺寸要短得多，唯独神枪张凯这条花枪比一般的花枪杆还短，别人那枪头都是鸭子嘴儿，他这枪头叫荞麦嘴儿，三棱的瓦子锥子面，这枪扎上就往外放血，枪下不留活口，枪短白了杆还比别的枪杆要粗，这就叫夹枪带棒。是凡使这种枪的都有棍法，暗含着36手地躺棍，就融在这枪招里头，前面是枪，涮开了后头可就是棍，这棍打人可比枪还厉害。神枪张凯久走江湖，这条短花枪枪下伤人无数，今日擂台以上要战软臂，软臂要不认这条枪就应该抱拳一走，无奈何战败了上官大爷，觉得自己不含糊，一时失算，跟这神枪张凯可就动上手了，两个人刀枪并举，神枪张凯枪往前扎，压腕子往回撤，抽撤连环枪，连着三枪，软臂没看见枪头，这还能够走，赶人家真是把招数行开了，再想走走不了了，上面是枪头，下面是枪杆，猛然间这一枪正兜在这腿肚子上，可不是枪头，是拿枪杆当棍使，一兜腿肚子往起这么一带日啪打车轮，这人整个就趴在台上了，嘡啷啷刀也撒了走了。阮碧站起来捡自己的刀，一低头谢您不杀之恩。神枪张凯手里边单手，他这枪老是一只手提了着，短呢，不敢。擂台之上为朋友帮忙，误伤少侠还不必挂怀，是我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惭愧惭愧。软臂回转到擂台之上，下擂台上看台，到老师面前低头不语。侯廷还有多家抚慰，跟张望不一样，胜败乃君家之常事，软臂不要抓了斗志，一旁站过。软臂往旁边一站，看自己的能为如何，谁愿意登台去见神枪老张凯，弟子不去才，我愿登台。又转过来自己坐下一位弟子，叫做浪里云烟徐元徐子特，书要简短，徐元徐子特登擂台，让神枪老张凯这一枪正扎在脚面，这还是神枪老张凯枪下留德，要再往上抬一点扎在迎面骨上，这条腿可也就废了，这一枪正多在脚面上，自己一瘸一拐败回看台。神枪张凯递了花枪，手指西看台，上父镇东侠，老侠客爷，坐下弟子有自认能战过张凯的，您派着登擂台，像刚才这两位少侠能为不计的，不必再上擂台。一言未尽，怒恼了二侠门人大弟子，拔的门人头一位，
叫做灯前勺营暖和，灯前勺营五脏俱焚，气坏，连着自己俩师弟拜在神枪老张凯的枪下。老师，弟子不才，我要登台。哦，呼呼呼呼呼！侯廷看了看阮和，心了话说：“八大门人没有比阮和跟我年头最多，也没有比阮和能耐最大的。阮和登台胜得过神枪张凯，还则罢了。倘若败在神枪张凯的枪下，小弟兄可就没人可派了。”再要登台可就得是自己老一伐的了，老一伐的人物一登台，对过的法禅和尚就快登台了，不愿意让法禅僧上台。这个事情能不以武力解决最好，是不以武力解决，想是这么想，但是事情挤兑到这儿了，没办法。阮和眨眼之间来到擂台之上，这么一抱拳，是营口同发镖局老达官张老英雄吗？哦，扑棱棱，这杆花枪在掌中这么一颤，我当是谁呀、啊？原来是名动天下镇东侠侯老侠和大弟子登天少影阮和阮少侠。既然知名，不必多问。那么我愿意在老英雄您的面前盘桓盘桓，咱们手谈手谈。书中代言这张凯呀、啊，比阮和也大不了多少岁。您别瞅阮和，那是侯廷大弟子，五十都忘了外了。管佟林这叫师叔，佟林今年才30多岁，那没办法。谁让这佟林先跟二侠侯结拜的把兄弟呢？后来这个侯廷也认了，这是自己的兄弟。他这个老师又确实是上一辈的剑客爷，那这就得是以兄弟相称。二侯的这个徒弟们管人家佟林叫叔叔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佟林这还算岁数大的师叔呢。您要往这个剑牙都后边听，小英雄多了，似乎阮和阮弼这样的人得管人叫师爷的，那小孩有的是。但您要听的是后套剑侠图了，搁下咱们暂且不表，先说眼前阮和亮自己的刀，别看就是一口单刀，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肘，这单刀最难练。这是花枪，两个人各刀一身，有请拉开架门，先不动手，走行门迈过步，两个人转这么一圈，这是礼节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，神枪张凯一动手就知道。阮和不愧那是侯廷的大徒弟，手底下脚底下干净利索，清楚明白，哪一步都不能多迈，哪一步不能少迈。动手打架呀，打的就是眨眼之间，这都是武术家，打了够十几个照面，阮和心里头可就清楚了，这位神枪张凯确实枪法好，自己要想胜的还得出奇制胜，缠头过脑，这口刀上乎其头，下乎其身，矮身形滚刀往里进，把这枪可就荡起来了。这缠头过脑，刀在这儿，矮身形往里擦，你的枪在这儿，你这枪苗子系在这儿，你身上可就没有防范的东西，不撒手扔枪就得吃我这一刀。那么神枪张凯也是久经大敌，这么大的神枪张凯让人家阮和近身，这叫单刀破花枪，单刀进枪的招数谁都会，使得没有人阮和好，使得没有人快，打的就是这快劲儿。嘴里说了这么一声，少侠有了。什么叫有了？就您不必再进招，我认输了。这样阮和矮身形，刀交在左手遍布村的圈外头，在擂台的一角往这一站，微微这么一抱拳，成战。
神将张凯倒提花枪，顺擂台上可就下去，来到了东汉台以上，站在法禅和尚的